运气。你觉得只有你有足够力，男生们没有一样功力。初中生一般的身高和我即将要踏入的院校。你觉得自己的颜值在什么中排第五。桃花了，不透露，不透露。哦，他们长太帅了。一年新出了这么多选秀，然后像明日之子、三星线、关爱自己的地下交。说的我好像以前很红一样，不担心，已经习惯了。能不能我们来一个想看你的空间？嗯。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想跟他们说。啊，以后有机会再看吧。你觉得男女之间有朋友吗？没有。有人想和你有感情，是交给谁的？我选择死亡。检验一下健身成果，感官挑战单手俯卧撑。你们听谁瞎说的？你没有健身自己从小就从小就猜猜下面几个饭圈用语的意思：双箭头、双标。嗯，箭头就是两个人互相喜欢。好无聊啊！切 ，SZD 是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是真的。那就说是真的吗？现场看一下自己以前的沙雕视频，评价一下我的多沙雕。锦祥，嗨，这还挺美的哈，我很喜欢这种假发，这一顶要10000，太贵了，后面没给。他们是真的喝酒，喝了。那那场戏大家有笑场？那场戏本来就是在笑场。对，而且经常模仿你的气囊口。高三小主播，高三，我们高三了。啊，这个味道很上头。就那。一个梗，然后他就玩了整个剧组。每次见到我，高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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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终几个学生的感情线有没有看明白？就方一凡有啊，不知道怎么样的，又跟英子搞上了。他竟然说季阳是他们俩真的很好。看着看着你们俩究竟能怎么样？我觉得季阳阳不潮流。季阳阳就只喜欢车，只喜欢车。两年前在我们的采访里，就问到你说，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？觉得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？没有，没有。那你怎么理解英子和方一凡？他们俩是纯友谊吗？他们俩是纯友谊吗？不是吧，某一方可能是图谋不轨吧。最终有场戏是大家坐在一起讨论艺考有多难，是不是当时内心的窃喜？每年报名的人就10万多人，然后录取的只有50个人。因为他们几个是真的还没有参加过艺考的嘛，反正我没有这个压力。我考三试的时候是三排老师，面无表情，到时候考的时候有他们好受的吗？你怎么总是哪回不开题的人吗？完全是现加的，就是那个导演说，脱了我看看，脱了我看看。那你看到腹肌上肉松之后，内心有满足感吗？挺无语的吧，毕竟是是裸着的嘛。光头那场戏，那因为光头是戴头套。对，就是。你看这个头，它又大又圆。跟潘老师有一个叫什么小贪杯群，经常一块儿出去聚一聚。会发一些很鬼畜的，就是网友剪的那些东西。就组我们几个的 CP。大家好，我叫林磊儿。你给我一个不穿的机会，行吗？林磊儿对此有什么表示的？就哈哈哈嘛，哈哈哈。我们学校有谁你都知道吗？谁会关注我？根本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因为所有人都一样，在那种学校里，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才是最牛的。那年纪比你小的粉丝喊你宝贝和男粉喊你哥哥，哪个更能接受？都挺接受的。喊儿子，妈妈粉。我有妈妈，有妈妈。大家说今年认识了很多宝藏男，一查料发现都来自 X9，对此你想说什么？老板的眼光很好，你不觉得吗？那你最近联系比较多的成员是哪？我们群里其实一直有在联系。谁发言比较多？小五、赵磊。你还记得那天我们采访你，只有我觉得比较狠。那个。听说了这么多选调，然后像明日之子、三星线、关爱自己的地下交。说的我好像以前很红一样。没有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本身就可能是，基本上是很平均，起伏。那你现在开始从哀乐转型上演，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一种偏见？现在还没有很多的人知道我。如果以后有这方面的事，
用自己的做法去改变。粉碎机真料看这里，今天我来粉碎的八卦是学霸郭子凡衣品颜值双双在线，网友惊叹哪个男孩不想成为郭子凡，也就是你们这么想了，男生看到我都想揍我。 X9 成员郭子凡弃武从文偶像竟然是北电表演第一名，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年年都有嘛，也不能证明什么事，演戏比较就适合我一些。演戏男孩郭子凡画风高冷，粉丝喊话紫薯差点甜，喊大声点吧，我听不见。下面分别有六道送分题和六道送命题，嘉宾随意挑选六个数字回答对应的六个问题，送分还是送命全看命。第八题，知道自己粉丝有多少女儿粉？我不知道，我头一次听说这种啊，又喊什么小哥哥的，又喊男朋友，有的之类的，怎么还有喊爸爸的，太绝了！现在我自己都没孩子，你让我去宠别的？爸比，你会唱小星星吗？这演唱家多有钱啊，对吧？开跑车都。我从来都不穿秋裤。你如何应对？我妈觉得我冷。犟不过我，他们都不方便透露。游戏打得还挺猛的。微博现在就像一个新闻平台一样嘛，最近不是有好多事儿嘛，就有时候就会去看一下。不只是八卦了，有很多那种对新闻。少准备的都是，我可能还有些，第一是没什么空，因为我觉得驾照这个东西不能去混水摸鱼的就把它拿到，现在有很多网上看到那些交通事故都很可笑，我想的肯定是就想，哎呀，凑点钱就把驾照给取了。但肯定有很多人都是啊，那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吧，你考个驾照多么基础多么简单的事情你都不去做，如果我要考的话我一定要很认真的去考。因为我爸其实不是太同意我开车，而且我哪有钱买车呀，我考驾照是为了开车吧，那我连车都没有我干嘛去考呢，是不是，是吧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有事有点事，但是不怎么方便透露。不是不是